哎，子彤，你在干嘛？嗨，你这礼拜不用写脚本啊？不是已经写完了吗？是吗？好悲哦！啊，这礼拜不是要生片？不是我在剪的。我脚本。你现在在干嘛？现在就看到这个。休闲是不是？对，看到这个。老实说，我在这个之前我都不敢讲说我自己是网红，没有 PS5，现在终于可以开箱一下了。都每个都在秀自己有 PS5，我到快要年底了我才拿到，我操！我怎么一个？你看现在的3C产品真的越来越大而无当哎、欸。够大的吧？啊，所以他是要我怎么拍？是要怎么拍？直的啊，直的横的都可以吧？真的吗？那、啊、后面这边是那个，就是那个肛门线。肛门线。对啊，真的、啊。我摆横，哎、欸，干不对啊，他横的又很。跟台湾的经济一样，很不稳固的感觉。怎么现在好像，他他妈觉得自己好像猴子在。我先放横的好了。开关的，一定要凡事要先看说明书。啊？也是。哦。你刚刚看起来就像是我爸在寄 email 的样子一样。你看到了吗？在看了。在 PS5 上选择时应按下叉而不是圈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今天要玩什么游戏。玩游戏。旁边啦。啊啊哦，抱歉抱歉。哎，死亡搁浅了，是搁浅了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在我背后，对不起。我是不是把它放反了？啊？你看，哎、欸，真的耶。光碟放反会怎么样？不是吧？你整台主机感觉都放反了。外死亡搁浅，你要不要再把光碟片回正看看？哎、欸，他如果真的是我放反的，那我真的会笑死。哎、欸，干你娘！有了，有了。所以我要先把。系统升级，然后才能那个，这太酷了，真的是不打算让我那个，还是我要先玩这个试试看。我觉得这已经不，
哦。好了，好，我也觉得好了，我心快了。该做正事了吧？啊？是吗？你又开一箱，然后眯着玩。哎，这真的其实还 OK， 这个其实不差哎。好了吧？啊，好，等一下。快好了吗？